民数记之三十二章第一节，流偏之孙婆卡之的之孙生出，其多其其中多，他们看见人下之婆基列之吃开荒木生出之子，你招来见摩西婆之事，以利亚撒便比中的少量说三打了地半，又写能拉希斯半，以利亚利以阿斯班尼波比门四，就是亚伯伯差以色列比中面前受攻击之地，在靠波荒木伸出之地，尼仆人也要伸出。要说我们若差以面前蒙恩，求你把这天给我们为业，不要让我们过着单河。六摩西对卡卡之孙和流边之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经常在这里吗？七，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天呢？八，我先前从加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做去窥探那天，他们也是这样行，叫他们上以色列国去窥探那天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十，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照启示说，今日凡从以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当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十二，没有纪念施主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努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十三，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等到在耶和华面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十四，随着你们起来接受圣召，增添出现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太发怒烈怒。十五，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凡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偏使你们世界中民灭亡。十六，两支派的人哀劝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离乡，为妇人孩子出生。十七，我们自己带兵去行差以色列人的前头，下报他们量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现在替居民的人故要出差坚固的城内。十八，我们不疲家，只等到以色列各人前书自己参入，协叫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一边热带子区同书参入，因为我们的参入是落差约旦河东边这里。二十，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差在婆婆面前带着便器出去打仗。二十一，所以带便器的人都要差在婆婆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二二，那天被耶和华支付了人去，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财务吹，这天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二十三，倘若你们不这样行，超得吹耶和华又指托你们的吹，必罪伤你们。二四，要见你们口中所出的，只敢去行，为你们妇人孩子初生，为你们的羊群离乡。二十五，格的子孙和流偏子孙对摩西说，摩西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二十六，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就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二七，但你的仆人含带便衣的就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做过去打仗。二八，以斯摩西为他们祝福之时，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便以色列自宗子派的族长。二十九，格的子孙和流偏子孙凡带便衣差在婆婆面前去打仗的，若然你们一同过河过约旦河，那天被你们支付了，你们就要把基列提给他们为业。三十，倘若他们不带便衣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的残入。
三日日之信和廖边之信被答述，一婆婆正央父夫仆人，仆人超正央行。三十二，我们要带便去妻子婆婆面前，过去专业艰难处，即使若单何借便我们所得便入住处，言贵我们。三三摩西将阿摩利王示平的骨和巴山王恶的骨，连那天婆祖辈的上衣都接有压的子孙和廖边子孙，偏若是的子孙嘛，那是班鸡之派。三十四，压的子孙建初地盘阿塔鲁阿罗尼。三十五，阿塔鲁苏凡亚夏若比下八年拉八下兰都在坚固上，他们要来用钱。三十七，廖边子孙建造希实本以利亚斯基列前尼波巴列面斯比马尼波巴列面名字在改了的，要给他们所建造的上浪希撇名。三十九，马纳斯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忘记列去占了那次赶出那里的阿摩利人。七十，摩西将基列斯基马纳斯的儿子马吉他子孙超出在那里。四十二，马纳斯的子孙安尼去占了基列的村庄，超轻微这次这些村庄为夏威铁艾尼。四十二，挪巴去占有基纳和基纳的乡村，超安置基的名片，基纳为挪巴。